接下来轮到我小弟，我的主题是以德服人，以人为本。真的非常感谢公司为我制作的视频介绍，可能我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表达一下，公司给我们这些领导人力量真的是不惜代价。每一个这种视频介绍都需要一笔不少的费用，我在 RIV 已经将近十年，这么多年下来，单单说到公司做给我一个人的视频就好，全部加起来我看还比很多连续剧还要长，而且越做越好，越做越专业。有时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视频，我都觉得我好像很厉害这样，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公司为我们每一个领导人的付出。单单这个虽然对 RIV 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我很敢大声地说， RIV 公司真正整个市场上唯一一家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公司。今天我的主题是以德服人，以人为本。这种话说出来是很容易的，我做生意30多年，身边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也去过很多大企业商业企业那些大老板的办公室做过，他们里面有很多都会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或者工厂里面过着以人为本或者以德服人这种字话过上去，真的很容易，要说出来真的很简单。不过要真正由始至终，从一开始到现在去执行这句话的，不是我是 RIV 人我才这么样说，我真的只看到一家企业做到，那就是 RIV 国际。老实说，要不是 RIV 做到，我今天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谈这种主题，因为表面上谈这种主题一点意义都没有用，我们也只不过是跟别人一样在纸上谈兵。大家好，允许我再一次自我介绍，我是 Victor Tan， 新加坡人。我在这一生做生意大半辈子，有什么生意能赚钱我就去做，大钱又不是没看过，跟过我的员工算起来人数也不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赚钱而打拼，都一直是以能够赚到更多钱来当着我这一生的目标。刚接触 RIV 的时候，对我来说就好像接触一般的直销公司一样，直销是有听过，不过我不会去做，不可能。第一个感觉就是从我骨头里面认为直销不行，什么产品好制度好这种都骗不了我，就算真的好我也自己会去投资一家公司自己来做，要我跟着别人做，在别人的下面老实说再好我也不做，要不然
我就不会一出来社会就自己做老板。不过今天我做了，一做现在已经将近十年，我相信以我的经验应该可以让很多 RIA 们拿来做参考。 RIA 究竟做了一些什么能够让我这样的一个人不但去做，而且还100%全身心的，家里全部的人，包括我全部的兄弟，我的老婆，我全部的孩子，全家出动的去做 RIA。 首先 RIA 真的能赚大钱，这个很重要。当然有的人会说这是废话，哪家直销公司不是说他们能赚大钱，你这样说也对，不过外面的是不是真的我从来没看过，我接触过不少都只是讲而已，就算赚到也是一次性的暂时的。 RIA 的是真的，如果真的要比我们组织做出来的业绩放在另一个直销制度上，收入肯定不会比 RIA 多，这是第一。第二，在 RIA 赚到的钱你可以赚到很安心。怎样说？就是如果在外面，如果你赚到像我们在 RIA 的收入，你很早就被针对压迫被设计去阻止继续拿到这样多，这种事情在市场上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到处都是这样。我接触太多，包括以前我做生意也是这样，别人拿多我会不平衡。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人都是见不得人成功的，这很平常。在 RIA 呢，在 RIA 是这样的，我在 RIA 赚到在新加坡能住独立式洋房，在新加坡能够买四五辆大车，包括劳斯莱斯，收入比之前做生意还很多很多。还不用紧，我完全可以随时全身而退，没有风险。更还不够，都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我们 RIA 的管理层包括老板还时常来激发我，甚至来到我家，怕你赚不够多，你不会做还叫你怎样做，还是不会做还是继续的教，如果真的不会做他就会帮你做。很多 RIA 们就明白我讲什么，你在外面有听过这种情况吗？不可能。你懂这种情况叫什么吗？这种情况就叫做以人为本。所以你可以想象要做到以人为本到底有多难，胸怀到底有多大，能力到底要有多强才能执行出来。就算我在这样的环境已经将近十年了，多少也被影响到很多，我也不敢说我能做到。这就是第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会把之前的生意全部放掉来做 RIA。 因为比较起来之前的生意根本就微不足道，我还嫌放得太慢。第二个原因我会在 RIA 是什么？在 RIA 我们做到的业绩赚到的钱就是我们的钱，对吗？不是，不是这样的。是在 RIA 我们做到的业绩赚到的钱就是我们的钱，不过 RIA 公司做到的业绩赚到的钱却不是林文轰的钱。认识老板的人都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么好了，既然赚到的钱他不认为是他的钱，那么这些钱是谁的？他说过是阿公的，
那么谁是阿公？阿公就是组织。那么谁是组织？组织就是我们。也就是说，瑞威赚到的这些钱，既然他说是组织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投资回给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创更好的卖点，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制造更大的业绩，赚到更多的钱，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外面不可能有，不可能。产品一代一代的在进步，到现在第六代，这个不用想，都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第一，每个月十多场这样开，每一场花的经费是天文数字。我做过，我知道。他们越做越专业，越做越夸张，越做越大场，从来没有停过。我站在一个做过企业的人的角度来看，真的有这种必要吗？现在瑞威的规模，现在公司对组织影响力、控制力，他如果说不要开，我相信也没有一个人觉得怎样。业绩还是照样做，业绩还是照样上。我们知道，他也知道，可是他还是选择去做，还是把贡献给组织排在第一位。我们真的有必要去想一想，老板的钱不够花吗？如果你认识老板，你知道他花在自己的身上不多，他就是那种不舍得买东西给自己，却非常舍得买东西给别人的那种人。如果真的要讲，我觉得早在十年前，瑞威的业绩已经足够他退休100次了，更不用说现在的规模，现在的业绩。所以你们懂这个情况叫什么吗？这种情况就叫做以人为本，不是讲出来的，是用时间证明做出来的。不只是这样，最主要的原因，我会毫不犹豫地放掉之前建立的一切，把我身边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全部投入 Reway 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 Reway 我做得很爽，这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不是赚到钱你就会开心的，很多时候做到不开心，做到不爽，做到没有尊严，我宁可不要那个钱。尤其是有一点钱的人，如果做到不开心，一秒都不会留在那个地方。今天微微赚钱的领导人有很多很多，基本上我都认识，今天很多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没有一个赚到钱后会想要离开瑞威。如果我们仔细的想想，这其实是很少发生的。我们在市场上基本上都会常听到说谁谁谁在哪家公司赚到了一些钱，就自立门户，自己跑出来开间做。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听过，这是市场上非常普遍的行为。但是很奇怪，这种事情在瑞威从来没有发生过，不可能是偶然的，肯定有原因。这样的现象不只是没有发生在我们直销商领导人，它也没有发生在瑞威任何一个员工身上。瑞威是我看过这么多家企业里面唯一一家公司，十多年来几百个员工离开公司的少过10位，而且都是特殊情况，不是恶意的。都应该听过瑞威给他们的员工的花红非常夸张，可以连续几年每年拿30多个月都有，很夸张。或许你听到这个你会想说，当然咯，你给我30多个月的花红一年，我也不会离开这样的公司咯。那你就错了，
我做过老板三十多年，我知道根本不是你给多给少的问题，有时候给多他们就当你是傻的，这种人大把，你给越多他们跑得越快，这种人也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微微的人都不跑，这值得我们去研究。可能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你看绿绿的员工这么多，不可能巧到全部都这样优秀，全部的心态都这样好，这是不可能的。我在想，如果是我的企业，我会给这么夸张三十多个月的花红吗？肯定是公司里面贡献非常大，尤其是对公司的业绩贡献非常大的人才有那一点的可能。如果没有贡献在业绩，是不可能会拿到高的奖励，在哪里都一样。问题就是我发现到瑞瑞没有一个员工需要做业绩，如果公司没有业绩，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负任何责任。瑞瑞给花红奖励是注重于员工的态度，而不是绩效。这些员工之前都不是厉害的人，来到瑞瑞不会，也是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示范，甚至给很多机会让他们犯错。如果是我，我也打死不从，我也态度一流。瑞瑞的业绩是来自我们直销商领导人，我做瑞瑞这么多年赚的也真的不少，但是奇怪的是公司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一次，一次都没有需要我去完成某些业绩。我知道如果在外面，不要说我现在的收入，只要拿到少过 10%， 我现在收入就好，公司就会对我要求多多，认为我贡献是应该的，认为我是欠他的，如果我做不到他就会不平衡，想尽方法抵制我的收入。在瑞威没发生过，瑞威只会想尽方法来影响我们，如果我还是不做也不会怎样，绝对不会像以往我接触过的，就是很多那种威胁，很多那种抵制。每一个瑞威人做都是因为自己而做，为了更好的自己而奋斗，公司从来没有用权威，也没用权力来压迫过任何一个人。这一切的发生肯定会有一个源头，既然公司不是以力量来征服人，那肯定是以德来服人，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说瑞威是唯一的真正做到以德服人、以人为本的公司。就算我跟瑞威配合了这么多年，我都自认做不到这种境界，所以不跟这样的公司配合，那么应该跟谁配合？不把我自己身边对我自己重要的人拉来这样的地方，那我应该教他们去哪里？希望我今天这样的分析这个主题会对你产生一些共鸣，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